大家好，最近有几个粉丝就是说私信我，他说这根马桶的进水阀上面这根上水的管就是不出水，就是我们冲水以后它不会像这样子出水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他说他弄了很多遍都找不到原因。它这根管的主要用处就是补水的，当马桶在上水的时候，就是补充我们这个马桶蹲坑里面的水位的高低。所以有些朋友喜欢这个水位比较高，所以它这个不出水了，就是说很麻烦。他就问到我，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下面我就拿这个进水阀拆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的原因到底是哪里堵住了，还是什么原因？下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同等的这个进水阀，功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根管，我们这根补水的，就是上水的时候它不出水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下面我们就拆开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先把这个盖子撬出来，撬出来以后，它这根佛球这根地方是有一根卡槽的，卡槽你直接拔出来就行了。拔出来以后，这个就不用去理它，它可以拿下来，也可以不拿下来。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螺母，也就是一个上水键的关，就是起到它的佛球的关闭水的作用的。它这个孔就是进空气的，你没有空气进去，它上面那个脚垫就会掉下去止水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拆下来。拆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用这个一字的螺丝刀卡进去，逆时针的扳就松了。松了以后就把这个拿出来，这个地方我们不用去弄它。如果这里很脏了，我们可以清洗一下。我们这期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位置的这根管不出水的原因。把里面这个给它拿出来，拿出来以后，它这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找到原因了。如果说不出水，我们就看一下这里面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这里面有没有杂质或者泥沙堵住，还有这个出水口，像你在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对准这个胶圈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，连接处。有没有对准这个出水口的这个胶圈的地方？如果说你没有，它是不会出水的。要么就是里面杂质多了，堵住了。我们把这里直接扒出来，清洗一下。就是这个东西，里面的结构拆出来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你不出水，还有一些地方你要是装的时候没有对着这里，它也是不会出水的，所以有可能是对着这些地方，它就是不会上水。刚开始出厂的时候就没有组装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。所以直接可以拆出这个阀芯里面的结构来锁定它这个地方。组装上去的时候也是很简单的，它这些地方都是有胶圈的，我们直接插进去就 OK 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套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拆出来清洗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在套的时候，就是下面这个圈要对着我们这个点，就是这个点，直接按下去。这样子按下去的时候，就看得到这个圈有没有对着，如果对着的话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原先的这些东西给它组装上去。在装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对着了，
这边的上旋要平着这个佛球的地方，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插销给它插回去。好，会动就行了，能卡得到就行。然后再把这些套上去，套上去，然后再把这个管插上去，开水试水，看一下它还会不会出水。如果不会出水的话，本身这个净水阀就是有问题的。如果这样子你维修过、清理过里面，它是100%可以出水的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话，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、私信我，我看到会回复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